雪州巫统有意在莱切大选和伊斯兰党联手，但是巫统总秘书阿莫马斯兰却提醒党中央不会让雪州巫统自行决定跟谁合作。秦风波报道，阿莫马斯兰表示，巫统去年3月的代表大会议决与包括一党在内的国盟割席。他也强调，雪州巫统和各州的巫统必须遵守大会的议决，因为这是党内的最高决定。询问巫统是否有信心在雪州、马六甲和柔佛胜出时，阿姆马斯兰说，选民已经回流国阵，因此他希望巫统可以赢下雪兰莪和其他州属。今年5月，雪州巫统主席诺奥马表示，雪州巫统和伊斯兰党有意在下届大选合作，以便一对一单挑西蒙。诺奥马去年12月也曾经请求巫统党中央给予雪州巫统自主权，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延续国民和谐的框架，继续与一党合作。